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葵花味康林独家冠名播出，修护胃黏膜，止痛更治痛。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雷鸣老师，情感导师张雷老师，欢迎张老师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陆老师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米娜老师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，我自己特别的无助。我跟他无法沟通，他现在沾火就着。他总是有他自己的理由，但是我也特别的委屈。他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，从来都是自己高兴就行。我不是不爱他了，我觉得现在需要一点时间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陈，29岁，来自山东，自由职业。女嘉宾小智，28岁，来自天津，保险代理人。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好。今天为什么而来？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现在是挺久的，已经在一起4年了。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了，我觉得他现在都有态度越来越差，然后变得不耐烦。尤其是他现在生活中是一个躺平的一个状态，而且对我特别没有耐心。我跟他一旦沟通起来呢，他就拒绝跟我沟通的一个方式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们这段感情该不该继续走下去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，然后在饭局上呢，他对我挺好的，就也比较细心，知道我不爱吃辣的东西，然后就会把不辣的东西推到我面前。我觉得他还挺好，挺细心的，然后我们就加上微信好友了。然后当时聊了大概几个月，我觉得就是可以确定关系了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然后他的工作之前是做进出口贸易的，然后对接海外市场。然后那个时候2020年的时候呢，那个海外的市场不景气，他的公司呢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营下去了，导致他被迫失业。其实那个时候不是被迫失业，因为那会儿公司也给我开出了条件，想让我去国外说进修一下，锻炼一下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如果国内的话，如果说再重组的话，可以当一个领导了或什么的。但是那会儿呢，因为我们俩刚在一起，然后也处于热恋期，也确实是不想跟他分开，他也不愿意让我走，所以说呢，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放弃这个机会了，然后选择留在这儿陪他。对，因为当时确实是我舍不得他，就不让他就离开我，然后他因为我就拒绝那个机会嘛，完了以后我还挺感动的。我觉得这个男人是真的挺爱我的，然后我说没有关系，然后你在家歇几个月吧。然后之前我们也有积蓄，然后我也正常工作。这个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事情吧，就为了表明我是爱你的，然后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但是当时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感动，就从来没有人愿意为我做到这个地步。然后我就说你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吧，之前工作也挺累的，我就不催你，你就慢慢找嘛，对吧？但是呢，随着时间的越来越久，我就觉得他的一找就找了3年，然后中间我就觉得压力挺大的，因为我们的日常开销还是蛮大的。我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呢？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工作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一个长久性的，如果说我找的话，我肯定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啊。但是他呢就一直在逼我说你随便找一个工作什么都可以，你先干着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以前可能说以前的工作收入其实也挺可观的，一个月可能2-3万块钱，然后但是你现在让我去找一个一个月4000块钱的工作，比如说，我就觉得这中间的落差会很大，而且确实是不太好找。所以说那会儿我就感觉心里落差是有点大，也不想出去去干那种工作，就老觉得那种工作其实就是费力不讨好。对，然后我就没有再逼着他去找工作了，我就说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你不找工作，空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嘛，我说我出钱，咱们去网上学习一下，因为他那个高中毕业，然后学历不太高，我就说咱们就网上学学吧，对吧？我说我都出钱了，我都愿意跟你出钱让你去学了，他一口就拒绝我了，就说你不要管我的事情，然后你不要过多的干涉我，然后当时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又吵了一架，根本就不是谁出钱的原因。然后他呢就是一直想让我往上考一考，因为我学历确实没有那么高，但是我这个人吧本身就不太爱学习，其实我一直就觉得能力肯定是比学历重要，就是不学习怎么会有能力，因为我觉得社会经验是比学习重要的，而且我这个人吧就是特别不爱学习，而且我也觉得我如果去考了我也考不上，因为我对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清楚的，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这个地方呢？因为我去了我也是考不上的，所以说我就不想去。对，他当时跟我说，就是跟我解释完了以后，我觉得他说的也挺有道理的，
如果我强迫他去学习，他反而听不进去，然后我还浪费钱，对吧？我就说那没有关系，那咱们就慢慢找工作嘛，对吧？我也不强迫你了，那个时候我们感情也挺好的，不想因为这点事儿影响我们的感情。我给了你足够的时间，你最后是怎么做的呢？2021年的时候，有一次他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就是当时就觉得晴天霹雳。他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欠了他们好多钱，让我抓紧时间还钱。我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也没跟我提过。完了以后，我当时就特别着急回家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朋友说你欠他们钱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一开始不跟我说，后来我当时就真的是情绪特别不好，就是哭得不行，我就去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对吗？你跟我说出来，咱俩一起承担，对吧？他后来才跟我说，他之前所有的积蓄都用来投资了，然后觉得投资的钱不够，他又去找他朋友借了好多的钱，包括他当时有一辆车都卖了，都投进去了，最后所有的钱都血本无归。然后我当时真的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真的觉得，就是那不是一笔小钱，那你辛辛苦苦工作这么多年，你才攒下来这么点钱，然后让你就是被别人说了两句都投进去了，当时就觉得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。我没有不考虑你的感受，首先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因为那会儿我也确实是失业了，我也着急，然后我也想让咱们生活得更好，然后想往家里进钱。那我那会儿看到一个投资项目，其实我觉得挺不错的，就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。然后投进去呢，这笔钱就赔了，等于说赔了之后我就有点着急了，我就去找朋友借了一笔钱。然后欠了多少？大概那会儿是欠了40多万吧。我当时情绪特别不好，然后他就跟我道歉说对不起，他可能当时就是鬼迷心窍了吧，然后就一直说就道歉嘛。然后我看他可能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真的是比较着急那种，我就原谅他了。但是我跟他说，我说没有关系，这个钱我跟你一起，我们慢慢还，对吧？早晚可能还清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再也不碰这个东西了，而且你一定要答应我以后有什么事情都第一时间跟我沟通。他当时一口答应的特别的好，他说以后什么都听我的。但是后来又被我发现2-3次，又找他朋友借钱，又都投进去了。然后我当时就真的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心里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，然后我当时就跟他提了分手。我就一直觉得我把我所有积蓄都投进去了，然后车也卖了，我就觉得心里有股劲儿，就感觉特别不服，因为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运气不好，然后我也因为欠了朋友那么多钱，我也没办法还他们，所以说我就心里特别着急，就想着赶紧再拿一笔钱然后投进去，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下。然后但是没想到他最后又赔进去了，当时我也确实答应他了，我再也不碰这个东西了，然后我从此之后就再也没碰过这个投资。但是你做这件事情之前，你根本就没有，你要哪怕多考虑一下我的想法，你都不会再去碰这些东西。我没有不考虑你的想法，我那会儿想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我当时情绪就特别的不好，就是我们分手了以后大概起的就是分手了。对，当时分手了。哎呀真好啊，然后很明智啊。分了就是一个多月吧，他那个时候就每天来找我，就跟我道歉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也是内心挺煎熬的，就是我也舍不得我们这段感情。然后我看他的状态也是确实真的认识到错误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说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吧。对，又复合了。我们俩复合之后呢？复合之后就真的觉得经过这件事情以后，他就整个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怎么变了？就后面就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。就后面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饮食方面的问题嘛，然后胖了很多，就大概胖了20-30斤的那种。然后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太好，他就每天在我耳边说一些个特别伤我自尊的话，就说你看你天天胖的，我带你出去我都没法见人。他说你赶紧减减肥吧行吗，你少吃两口吧，就每天在我耳边都说这种话。然后就是有点打击到我的自尊心了吧，当时就用了一些个不太好的方式去减肥，大概起半个月的时间瘦了10-20斤的那种，然后导致身体就变得越来越差。那你说我当初跟你说那些话，我是不是跟你开玩笑说的？我并没有这种话开玩笑吗？我并没有认真跟你说，因为你那会儿你也清楚，你那会儿天天高油高糖，你那段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胖了20-30斤，然后我是不是想让你健康一点，就督促你说减肥一下，然后我也没说非让你用那么极端的方式来减肥。但是你说那种话特别伤我的自尊心。那我是不是说你可以跟我一起说运动一下，因为我本来就有点胖，所以说我胖了之后就感觉身体是不太好。然后他那会儿呢，因为短时间胖了那么多，我就怕他身体吃不消，因为我平时跟他好好说话他根本就不会听我的，所以说我可能会用一点讽刺的语言然后来督促你减一下肥。我也是为了他好呀。你什么时候为他好啊？为他好你不去上班啊？债你还帮他还吗？还。对呀，您上班去啊，您真为他好，您在这挑肥拣瘦的。他就总是打着为我好的名号来做一些个伤害我的事情。你要是真的为我好，
那后面公司派我去北京发展，那么好的机会，那你为什么阻拦我不让我去呢？确实，我们那会儿他有个机会去北京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刚复合，然后他突然就告诉我他要去北京了，然后我心里呢就特别接受不了，因为我那会儿想的就是我当初为了你，然后放弃了去国外的机会，你现在就要抛弃我去北京了。我为什么去北京？还不是因为我们平时压力太大了。对吧，我让你工作你也不工作，所有的压力都在我身上。我想的就是我去北京发展的话，那个时候工资会更高一点嘛，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能减轻点压力。他反而一点都不理解我，跟我大骂了一顿。去没去啊？最后没去，因为我也考虑到确实是我们两个刚复合不久嘛，去了以后就好像抛弃他一个人在这边一样。啥抛弃啊，一个大男人的，反正也没工作，为什么不能去北京跟着？因为我来天津好多年了，然后就朋友了什么都在这边，三年都找不到一份工作，你有什么朋友啊？然后因为就想着北京，因为什么呀？北京节奏也是太快了。北京节奏快，你多大呀？你欠那么多债，让一姑娘给你打工偿还，你来一个北京节奏太快，你不去，你说你，哎呦，我真是，你说什么？有理由吗？不太想去，就不想去。你不就懒吗？怎么好意思说呢？还没结婚呢，这就吃干抹净敲骨吸髓的。两个人现在租房子吗？租房子。谁出房租？我出房租。谁买菜？我买菜。谁养谁？好意思说天津有什么朋友？朋友站出来拿个喇叭喊一嗓子，哥们儿出来给个活干，有人搭理你吗？人脉，人脉在哪儿呢？朋友也介绍过工作，确实是。为什么不去啊？因为就觉得不太合适自己，懒嘛，就吃软饭合适是吗？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工作不太满意，那个工作太累了。然后行，北京没去成呗？对，没去成，就因为没有去成嘛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就更应该在天津多奋斗奋斗吧，多挣点钱。然后我就是拼命工作那种。嗯。因为之前减肥嘛，导致我身体也很差，然后工作有点太拼命了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经常生病。有一次我就发烧到了40多，然后整个人都意识快模糊的那种，就是不太清醒了。然后我当时就感觉特别脆弱，特别需要人照顾嘛，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。你可倒好，你连夜跑你朋友家去了，把我一个人扔家里，告诉我过两天我再回来。然后我，因为我不是说没有照顾他，我带他去医院了，因为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发烧感冒，然后我带他去医院了，医院也给他开退烧药了。然后我那会儿心里就想的是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在家里待两天，然后吃点药，因为我那会儿怕他把我也传染了，然后我们俩都高烧了，谁也照顾不了谁。然后我想的是，是不是咱们两个人可以留一个健康的人，那我回来之后是不是也给你做饭，然后削水果，给你喂药，鞍前马后的，我是不是都干了？但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啊。但是我觉得我把我的诉求跟你说了，我说我当时挺需要你，哪怕你就在我旁边什么也不干，我都特别的满足。那当初我什么都不干的话有什么用呢？那咱们两个人都病倒在床上了，谁都照顾不了谁，那要是我也特别难受，那我让你起来给我倒杯水，你能起得来吗？那你不怕我当时发烧晕倒在家里没人知道是吗？那咱俩当时不是随时都是在有联系吗？那你如果说你不是，那你不是都出去了怎么还回来照顾他呢？如果说他确实是不太好的话，情况特别不好的话，那我可以回来呀。但是那会儿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。哎呀，太混账了呀。当时我在家烧了3天吧，高烧烧了3天，3天以后他是回来了，就是确实也是照顾嘛，就弄饭啊，就是买水果啊。但是我觉得我当时还是觉得特别的委屈。还不离开呀？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挺矛盾的，觉得就是我们吵完架以后，他虽然也照顾我嘛，然后照顾我的时候我还是挺感动的。感动什么呀？你花钱雇个人也可以啊，管吃管喝，提供情绪价值。您还帮我还钱，我就给您倒两杯水，帮您做个饭，我愿意干啊！你不信，你贴一告示都愿意干。真听不下去了，你有点欺负人了，小子，3年了，太欺负人了。然后呢？就是因为这种事情经常吵架嘛，吵完以后我就觉得是那种自我安慰的那种，我觉得哎算了，没有必要，对吧？因为这么点事儿，完了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说的是。又有点正确，好像又有点道理的样子。啥道理？咋正确？你给我说说。我觉得就是，就比如说我生病嘛，我就觉得确实是，假如说他跟我都病了，谁也不一定能照顾了谁，到时候两个人都躺床上。行，您愿意，就当我没说，这不挺好吗？今天来为什么呢？就是，但是后面吧，我就觉得我越忍受，他好像越得寸进尺一样。然后就我们
两个就是三天两头就那种吵架。为啥事儿吵？后面就是我情绪不太好的时候，然后我跟他没有办法沟通，没有办法发泄，然后我就会去找我闺蜜，然后他们家住的比较远，有时候吃完饭可能比较晚了，九十点钟，人家就担心我的安全，就说你住我家吧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个我就不回去住去了吧，啊，好家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触到他逆鳞了，五分钟一个电话，十分钟一个视频，半夜十二点还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来，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我半夜十二点我怎么回去？因为我从来就没阻止过你跟你闺蜜玩，或者说你跟你闺蜜聊天什么都可以，但我觉得其实你没有必要完全夜不归宿呀。而且你闺蜜那个人什么人你心里没数吗？我闺蜜怎么了？你闺蜜天天就在背后说我坏话，然后天天就撺掇咱俩分手，你觉得我能放心你去她那儿吗？那她说你坏话你心里没有数吗？她为什么说你？还不是她觉得我受委屈了。那我现在你是觉得受委屈了，那我好的时候，那我工作好的时候她为什么不这么说呢？就啊，我现在失业了，然后她就觉得我哪哪都不行了呗。然后就是他去他女闺蜜家是夜不归宿，这个可以说。那你那个男闺蜜呢？就有一次我们是周年纪念，然后我呢把餐厅然后什么都订好了，然后他呢就突然接了一个他男闺蜜的电话，然后他扔下我就走了，问都没问我，然后就把我留在那儿了。那你让我当时怎么想呀？我当时后面是不是给你解释了，人家当时出车祸了，然后我们几个朋友都看到了，完了以后就比较着急，怕他出什么大事，我们就说去看看他，就去医院。那人家都说一块儿去，我能跟你说你们去吧，我跟我对象过周年纪念日呢，我能吗？再说人家平时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，人家不是也在关心我吗？那他生病了为什么非得找你呀？他出车祸，人家没找我，他没有家人吗？那他没有家人吗？你去了有什么用呢？那你是医生吗？那为什么非得在这种日子，然后你把我自己扔那儿了？那你让我当时心里是怎么想呢？那还有平时她男闺蜜就天天给她发信息，然后就一直在跟她男闺蜜聊。那你说你让我心里怎么想？那我们聊什么别的事儿了吗？我们聊的正事儿行吗？还有，那你说你男闺蜜哈，是你跟她聊正事儿。那本来咱现在生活上压力就挺大的了，其实，那你前男友找你借钱，然后他就二话没说给他前男友转了2000块钱。不是，人家跟我说人家生病了，当时着急用钱。我说那我们都那么多年不联系，人突然联系我肯定是有急事儿嘛，我当时就借了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能找到你呢？他就是为什么非得找你借钱呢？他没有朋友吗？那肯定是他找别人没借着呀。你看他就是这样，就说什么他怎样？一个未婚女性，自己的一个异性朋友出了车祸了，相约几个朋友去看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但是那是我们周年纪念。有什么我什么周年纪念？谁跟你周年纪念呀？如果说是普通的病不去看就算了，这叫没人味儿了。你怎么会有朋友呢？一个朋友出了车祸了，大家相约说去看一眼，跟你那周年纪念怎么医院去完接着过不就完了吗？你的闺蜜什么的应该对她评价不高，对吧？不高。好像还做了一个闺蜜的一个采访，你听听你在她的周边朋友的那个心目当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我这听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太欺负人了，三年多就靠一姑娘养，还让一姑娘给还着债，还要这样，哎呦，真是。来，你知道吗？他俩平时吵架，他自己骂的比我还凶。其实道理上他比谁都明白，但是啊，就是只要一回去，他俩就马上就和好，真的特别多次了。但是我自己挺无语的，反正我觉得他俩应该是不会分手的。就我们身边几个好朋友，真的劝了特别多次，这不最后也是没分成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对象，他就是个吃软饭的，而且还吃得特别硬气。哎，我真的很心疼他。你们这次要是真的能把他说通了，能分了，真的是做了件好人好事。真的，就咱简单的就听几件事儿就受不了嘛。比如说借别人钱他管，那你日常消费他会不会管？也会。我连我自己支配我自己工资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我平常生活中就已经为了你去节省了，就能不多花钱多不花钱了。我平常买一个180块钱的东西，买点化妆品什么的，他都在那推三阻四的，觉得你为什么要乱花钱啊？你能不能省点钱啊？就一直在说我，我就觉得真的特别的委屈。你平时找我要钱的时候，我什么时候我推脱过？我什么时候不是二话不说就直接转给你了？你当时那是买的180块钱的东西吗？那我当时没有说不让你买，我只是说咱可不可以别买那么多？那你买那些化妆品就堆在家里，你也不用也不开封。到最后他是不是就没有用了？那我意思是，那我有用的时候，万一我突然有急事用着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？而且我买它的时候肯定是因为我喜欢呀。那我意思是，咱是不是因为现在咱俩生活确实是有点不太富裕，那我是不是想着可以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？我觉得那些您挣钱去行吗？因为我平时我也有时候我也会出去兼职去呀。哎呀，您真伟大呀。
说那个天职我都不想说了。所以说有时候我就劝他说，可不可以把钱就是花在就是该花的地方。不可以，该不该花是由挣钱的人决定的，你们还不是合法夫妻呢，凭什么呀？不，这太欺负人了。你妈知道这情况吗？你就别再说花钱这事儿，已经听不下。你妈知道这情况吗？你家里人知道你这爱谈成这鬼样子吗？不知道，都觉得就知道他挺好的，因为报喜不报忧嘛。我从来不会跟家里人说他不好的点，就一直在维护他。他平时在我家里面面前，哦，那家伙那真的是那装样子装的可好了。你知道我家里人给我的压力有多大吗？就是那种。他们就每天都在催我，就是着急结婚那种。你要是不想跟我结婚，你干嘛非在我家里面前乱当了好人？我给你面子，你给我什么呢？啥意思？你家人催婚，催你嫁给他？对，因为他在我家里面前特别好，就是我父母一直在夸他，特别的优秀的那种，一直催我说赶紧定下来吧。他父母知道有你存在吗？你说到这件事情，我就更来气了。大家在一块四年了。就他父母连我面都没见过，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他父母知不知道我这个人存在，我都不知道他家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女朋友。我就每次跟他说去见你父母吧，完了以后他每次都跟我说啊，我有自己的打算，然后你别催，你别着急，他每次都这么跟我说。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我没跟家里说，但到最后我不是失业了吗，然后又欠了一屁股债，那你说我那会儿怎么跟家里说呢？我自己都没有脸回去，那我怎么跟家里说？不是你为啥没脸回去？我说我在外边失业了。不是你为啥没脸回去？我怎么面对家里人呀？什么都没了。什么都没了，你怎么能面对他呢？那我就告诉我家里人，我欠了一屁股债，车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你本来就应该说呀，你就是欠了一屁股债，你就车没了，你怎么了？你有什么面子？有什么脸啊？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跟家里人说。关键是你不工作，你有什么脸啊？因为我家也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家庭，就是我要跟他们说了，我有个四年的女朋友，那我家里肯定也催婚。所以你就是不想娶她呗？我不是不想娶她，我是觉得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。什么时候到啊，小伙子？那起码等咱们都生活比较稳定一点。什么时候您生活稳定啊？您生活稳定的时候还会有她吗？我都给了你四年的时间了，对吧？我还有多少个四年？我能慢慢等你？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以后呢？你别说了，你那闺蜜是人间清醒啊！你闺蜜的话现在就在我耳旁，骂的时候她比谁都骂得狠。道理他都知道，但是就是离不开。下面再给你们听一个采访，是女方母亲的，你们听听女方母亲的采访，来听听。我觉得小陈这孩子多好啊，他们俩在一块都四年了，我们就希望他们赶紧结婚，别拖着了。我们家有点事儿，人家就过来帮忙，对他也挺好的，天天给他做饭，人家老实巴交的，他就太挑剔了。我都不明白他还在犹豫什么，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挑剔是吗？抓点紧吧。你明明知道我们家里人给我的压力有多大。高手啊，高手啊，这是一个。哎呀，可以。所以你看今天他一副那个，你们能拿我怎么着啊？我发现你谈恋爱你真是有一套啊，就是你让一个女人死心塌地的为你啊，你是真厉害。你是怎么做到？因为我前期对他肯定也是到位的。您所谓的到位是指什么？就是他喜欢什么我都给他买呀，然后什么日子我也带他出去吃吃喝喝，然后这些该有的都有。就是在他的身上你花了多少钱？这个没细算过。姑娘算算，贵重的东西我也不找他要。不是，我就问你，人家给你买的最贵重的是什么呀？当时可能是买了一个香水吧。我给你买、哦、香水啊。我给你买过一条项链。记得可是真清楚。对呀、啊，姑娘，你这三年替他还了多少外债，你心里有数吗？有。多少钱啊？20多万吧。还没算生活费是吧？对。您这贴的真是，哎呀，这个您确实说的，学历不能代表能力。我现在对您说这话，我深深的折服，这叫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我的天哪，真厉害啊！我也不指望今天你能清醒啊。就是你们俩来了就，哎我的天，我真是气，我就，关键你在想他妈说那话，姑娘，哎呦你爱谁谁吧，你佩服你，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问一下，你替他还账还那20多万，姑娘回来啊，注意力。
注意力回来，现在请清醒，请清醒。第一，你是他老婆吗？不是。你不是他老婆。那20多万，注意，清醒的回答我，是借的还是赠与？清醒点，是借的还是赠与？赠与。佩服。这个赠与的前提是你们要结婚，对吗？这是附条件的赠与，对吧？不不不。雷老师，我觉得有个问题啊，就是对于很多年轻的孩子来说，人家不明白借和赠与之间有什么区别，人家也不知道所谓附加条件是什么。您以后在提这些问题的时候呢，先要给孩子把题读清楚，然后再让孩子做选择。明白。要不然你没搞清楚，你说赠与是什么，他都不知道啊。对，那刚才不算，一会儿交给你。首先啊，我特别钦佩你这男朋友。你说把你都折腾成这样了，愣把你爸你妈哄成那么好，这个技术真细腻。知道为什么你交了学费他拒绝去深造吗？提升了学历之后找工作，找一个工作脚踏实地，他拒绝的是这个。但有一件事他不拒绝，明明拿着你的钱正在还外债，他不拒绝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一把投进去，那不是脚踏实地，那个叫投机。你是想嫁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呢，还是想嫁一个投机取巧的人？我肯定是想嫁一个脚踏实地的人。他拒绝了脚踏实地，他自己选择是投机，你明白吗？这是人生态度，人生态度可能是你改变不了的。然后另外一会儿你仔细听张老师给你讲啊，就是赠与和借这事儿。我想问问小陈啊，他帮你还了20多万，这钱你打算还他吗？还。什么时候还？等我有工作的时候。你什么时候有工作？我也正在找。你什么时候能找到？这个我不确定。那你这不是空中楼阁吗？一个男人不能给你现实的安稳，甚至用了你的钱，什么时候能还不知道。至少他承认这钱是借的。什么叫借？借贷。什么叫赠与？区别很简单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那叫借贷。借了就是肉包打狗，有去无回，那就是白给，就是赠与。爱一个人，愿意为之付出，这份感情没有错啊，姑娘。但是呢，你要记住一点，一定要带眼识人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软饭硬吃吃到这么理直气壮的人啊！清醒一点吧，好吗？爱要给值得托付的人。姑娘，你看你啊，恋爱脑，圣母心，不配得感，欺上瞒下，所有的事情你全部都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他不断地告诉你我为你付出了什么，他不断地有一副我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他不断地向你保证承诺我们未来有多美好，无非就是给你制造幻想，让你始终沉浸在其中。沉浸在其中之后，你付出的越来越多，付出越来越多，你的沉没成本就越来越高，然后你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，难道我就这么算了吧？他给了我那么好的体验，他给了我那么多的情绪上的达到了高峰，又到了低谷，又达到了高峰，他所有给你的那些体验都是他在营造的一个氛围。你现在面前有一个笼子，一念天堂一念地狱，一脚踩进去，可能对于你来说这辈子都翻不了身，但是你这脚如果不踩进去，你翻身往上游，可能对于你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有很多朋友养宠物，有人养狗，狗很好啊，忠诚，有人养猫，猫很好啊，漂亮，可没有人养蟑螂的，养蟑螂还不如不养呢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就这样。前男友借你的2000块钱还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没有那就是了啊，成为了前任还要找你借钱，你前任得多埋汰。你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是一副我是提款机哟？你是有多大的家大业大可以支撑你自己的豪华吐槽能力有吗？没有过，好好挣钱去。我今天对你没啥好说的，我对你那闺蜜有话说，我希望你身边所有的女孩子远离你，谁跟你做朋友你就是能量的一个吸附的
然后你把所有人的好心吸附过去，你说出来的话比每一个朋友讲的都清醒，然后让每一个朋友觉得自己的关心都多余，但是不得不接受你在那里负能量的吐槽，听你嘤嘤嘤的哭，听你一通乱骂，然后再看着你跟那个人抱在一块儿去了，朋友自己觉得无比尴尬，你不配有朋友。这个米娜老师都说她不能有朋友了，咱们还得留点。是这样啊，就是你得配有父母。你特别怕跟父母承认你挑错了吗？对，就是在父母那儿你得反复的去粉饰。通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-236-0630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和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预测一下结果吧。我觉得都不会出来了吧，因为被看穿了再出来就没意思了。男方还会出来的，但我希望女方真的不要再出来了。来看看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葵花魏康林提醒您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葵花魏康林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回来，请开门。我这个对这个结局不置评，未见得是个好结局，因为在现实生活里不就这样吗？离开了又回去了吗？行吧，那是别人选择的人生，只是特别希望和提醒电视机前妈妈们吧，咱擦亮眼睛哈，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。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。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。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融美好，共未来。
天津卫视。